今天的财政委员会由邹志奋委员担任主席。高委员长在会中指出，这次华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完全由当地的华侨跟留学生们担任，一共有50个地区503位代表参加，其中并且有15个跟我国没有邦交的国家跟地区的华侨们参加，这充分地表现出侨胞的爱国心跟向心力。高兴表示，我国厂商贸易的主要对象是日本跟美国，他呼吁国内厂商要保持品质，按期交货，以维持商业信誉。